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每周咋检查呀？深读君这就奉上检查篇，小本子准备好了吗？妇科检查，医生会用手指探查和腹部按压的方式来做妇科检查。一些内异症引起的包块和囊肿被按到时，患者会感到疼痛，医生可以由此判断囊肿和包块的大小和位置，还能根据肿物被按压后活动范围的大小判断是否发生了粘连。 B 超是内异症最常做的诊断检查，能准确定位内异症的病灶部位，确定囊肿的大小数量，还能记录并跟进病情的发展过程。腹腔镜检查，这个检查是诊断内异症的金标准，就是在肚子上打个洞洞，把镜头伸进去找到病灶，用机器手把嫌疑犯抓出来，带回病理实验室做病理检查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